拜，小黑。今天准备带媳妇儿去吃麻辣烫，到我们的村上去吃去。这木耳现在都已经下来了。对，现在没出村呢，然后路边全是木耳。下午咱也捡木耳去啊。嗯，这快了。哎呀，这么多人啊。哎呀妈，这道太晃了，我的手机都拿不稳。那咋，土道就这样，坑坑洼洼的，没有感觉。到地方了，吃麻辣烫。那要吃个实蛋。明天咱也开个小饭桌。卖包子。都没几个人，谁去吃？三十户。哪有啊？现在哪有山坡？没有。哎呀，这猫！猫有病呢。咋整的？你家猫有病啊？来的流浪的猫不走了。哦，流浪猫。腰好像坏了。不是被车撞过吧？这后面这嘎哪嘎不坏了？它走走道就倒，走走道就他妈倒。哎妈呀！我看看。来。后面应该哪嘎坏了？那它坏了，它别碰它，它疼好像。看。不是不能，疼了不疼？不是，他好像被车撞过，车撞了吧？嗯，你看，嗯，这想老多了，栽了呢。多长时间？就一走道就倒了，一走道就倒了。那你没事还给他喂点丸子？嗯，啥东西不一般东西都不吃，鱼都不吃，就愿吃丸子。要怎么赖你家不走呢？就那谁喂他一回，他不走了。行，你喂了吧。有福报。嗯。他这个车的简易棚做的挺好啊，还简单还方便啊，就防个太阳就行，不防雨，就是防那啥，防晒，防晒就行。嗯，要了几个这个，你吃哪个？看着还不错呢，我想尝尝实蛋。他在顶上没撒那个。我妈不愿意吃这个。辣椒面吗？我吃一个。嗯，挺香。一碗几块钱？十块钱。多好，有料。哦，对，好嘞，那你拿铁袋换一换。嗯，吃不了，太多。你看你那个菜多呢，张磊。行，都差不多，都实惠，十块钱一碗。嗯，还有风扇服务。吃面凉的快。哎呀，挺好。得劲儿。嗯，这大碗吃不了。是吧？嗯。我感觉挺好，我能吃了。说在那小沟里吃不着，上村里就行了哈。物以稀为贵，这吃一顿感觉可香了。回家给小黑吃。回家给鸡。咱家鸡鸭鹅狗的一堆都能吃。到哪都不带浪费。你看他拿回家疯抢啊，那也都冷。嗯。你家小鸡喂的老好。你家还有吗？剩啊，剩过没有了。你这累。再到我们的村上的快递点儿，把这快递给我们村的人捎过去。那啥玩意儿这么沉呀？这刘刚买的。刘刚。我蹦啊。你蹦吧，我蹦不动。太高了，往里推一推，没照全码。哎。不行，太高了，这个。凭手动出单。啊，少不放了这个。他刚才不说了吗？吃这个。你看他少上了吗？啊，这样可以提高啊。你怎么发火？那行了。你俩干啥？你俩要吃啊？你俩吃给你俩一块尝吗？那尝小鸡不吃。妈呀！还不吃呢？不吃啊，小黑你给煤球吃，闻闻。哎，煤球吃了。小黑，你飘了。小黑，你咋的？肠你不吃啊？啊，这回知道了，他那个带肠衣，他没有味儿。没了。你看这煤球，你看晒老长时间了。还有那个鱼丸呢。一会儿不行，给小鸡抢啊！鸡小鸡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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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一边喂狗一边喂鸡的。